场的快攻机会，林俊杰面对小胖的压迫，白白挨了一锅。对，因为第一时间已经有机会上了，那想要再等一拍啊，自己很懊恼，自己也是笑一笑啊。因为第一时间其实小胖应该也是要让他上了，嗯，那想为什么等到第二拍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请你吃一锅。